那个恶霸最近挺横的呀，看着点他。嗯，收到。好。哎，老大，你的寿司。站住！创个贴。又干嘛？嗯。不用了，我还有15分钟就要上课了，我回去了。站住！ 你干嘛？没想到这条臭龙还会关心人啊！笨死了！哦，忍着，你别想多了，我就是怕你腿折了，没人给我跑腿了。哦。 那我现在可以走了吧？来吧，吃寿司啊！喂，嗯，哎，这是虎口夺食吗？这应该是龙口夺食吧？疯了吧你？你不着急上课吗？我饿了。算了算了，不报复你了。算了算了，拿去吧。 我也饿了，忍着。